切的心里，便没有了自己。臣妾的心里只有皇上，只有大忠。不是因为皇上封臣妾为皇后，而是因为臣妾是皇上的妻子。臣妾的妻意是皇上教的，臣妾走的每一步棋都是跟随皇上。可是如今臣妾却发现，皇上走的每一步棋都是因为杨学武，让这盘棋乱得毫无章法。皇上，让臣妾如何跟随呀？突厥可汗的心，朕明天就要见到。三年生。